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your favorite Gucci Teacher Charles channel. Some beginners asked me that how to choose my first team, so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this topic.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预算。我们说中国市面上的古琴练习琴通常是在3000到30000人民币这样一个区间。那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从网上买的琴。网上购琴你可能甚至都没有试弹过它们，那我如何知道我买了一把合格的古琴呢？我们说合格的古琴至少要没有以下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沙音、打板还有抗指的问题。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沙音。沙音是由于这个琴的面板表面打磨不光滑导致的。那我用了几根头发丝放在这里来演示一下什么是沙音，听到了吗？滋滋的声音，这个就是沙音。那我们把这个头发丝拿开，听一下正常的滑音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是正常的声音。那第二一点，我们说打板是什么？打板就是琴弦在振动过程中会敲击到琴板的声音。那我把一弦放松了，然后来演示一下什么是打板的声音。这个就是打板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抗指。抗指就是你左手在按弦的时候，你会明显感觉这个弦有很大的反作用力，就是很难摁下去，这个会影响你的练习，影响你的动作，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如果你从网上买了一把琴到了之后，一定要先检查这三个问题是不是出现在了你的琴上。如果有这三个问题，绝对不能称之为一把合格的古琴。